今天是我的生日，等一下一定会收到很多的礼物跟卡片。哇，好开心哦！是我最喜欢的汽车耶。好，我要赶快去跟大家要礼物。有个盒子哎，这是要给我的吗？怎么是空的啊？哎呦，这个盒子不能给你啦，这是我坐牢座用的。谁稀罕呢？我才不想要空盒子呢。你们都没有东西要给我吗？要给你什么东西呀？对呀。你们忘记了吗？今天是很重要的日子哎。没错，亮亮说的对，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哦。今天啊是大采购的日子，卖场啊有打折哦。不是啦。我想起来了，今天是亮亮最开心的日子，因为今天卡通要完结篇啦。不是啦。你们慢慢猜，我跟牛奶哥哥要出去大卖场买东西喽。拜拜喽，拜拜。哎呦，喂，你们真的想不出来吗？有啊有啊，我想要跟默默一起坐牢坐。我也想要一起坐牢坐。哎呦，亮亮，你不要吵我们啦。你们忘记就算了，还说我吵。我不想理你们了。那是音乐小精灵来了，有好多的小朋友在开心的唱歌呢，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看吧。La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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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
么蛋，谁最后换你当怪兽？哒哒大风吹呀吹呀吹什么？闪闪亮亮亮的你在水晶球，叽里咕噜祝你每天都快乐，手牵手大家都噼里啪啦。不想理我们了耶。他真的好容易生气哦。嘘，小声一点啦，表示他知道我们躲在这里画画，他一定又会生气的。你们干嘛躲在这里说我坏话呀？没有啊，我们只是在这里画画啦。啊，那为什么不找我一起画？因为我们只买了三张纸啊，只能分给我，还有点点，还有默默。只有三张，为什么是给你们三个画，不给我画？你们也可以不让点点画，不让默默画，不让小蜜画呀。因为你们明明就讨厌我。我要把纸踩脏，不让你们画了。我最讨厌你们了。哼！啊！哎呦，怎么会这样啊？神奇麦克风出现啦！等一下再说吧，让我们欢迎猫猫Ben出场。So high, like a diamond in the sky. Twinkle, twinkle, little star, how I wonder where you are. Star, star, 星星。钻石 ，sky sky 天空 ，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， 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， up above the world so high， like a diamond in the sky， twinkle twinkle。哦，大家忘记我的生日，还说我爱生气，不找我画画，大家真的对我很坏耶。我们回来了，回来喽。苹果姐姐，牛奶哥哥，你们买了什么东西呀？哦，我们只是买了牛奶，还有你平常你们喜欢吃的东西啊。我要喝牛奶，我最喜欢喝牛奶了。不行哦。为什么不行？因为你现在如果喝牛奶的话，晚上就吃不下饭啦。我要把牛奶冰起来。苹果姐姐，连你也讨厌我，不给我喝牛奶。亮亮，我是为你好哎。糟了，我有个很重要的东西啊，忘了买了耶。那时间快来不及了，我们赶快去买。好。亮亮，那麻烦你帮我把牛奶冰起来哦。那我们赶快去买吧。好啊。但是彩虹泡泡来了耶。真的耶。那我们先去看看彩虹泡泡要带我们去看什么。那我们赶快去吧。走。猜猜看，是谁躲在泡泡后面呢？休息一下，待会告诉你哦。猜猜看，
是谁躲在泡泡后面呢？猜到了吗？是冰淇淋销售员。香草、薄荷、草莓、巧克力。哇，我最喜欢吃香香甜甜的冰淇淋了，每一种口味我都好想吃哦。哎，对了对了，如果可以当卖冰的，不就可以吃到好多好多的冰淇淋了吗？哇，真是太好了！今天呀，要赶快来体验一下冰淇淋销售员的生活。小朋友，集合喽！好，冰淇淋销售员开卖啦！要服务大家，卖好吃的冰淇淋，整齐和清洁是很重要的哦。一定要戴上口罩和帽子，还要把手洗干净。要戴防尘帽还有帽子，这样子头发才不会掉冰淇淋里面呢。大家都会吃冰，但你一定不知道冰淇淋是怎么做的吧？当然还要知道冰淇淋的器具要怎么使用才行哦。卖冰淇淋的人一直站着很辛苦，最重要的当然就是挖出一个又大又圆的冰淇淋。先把冰勺上的水甩干，然后沿着边边慢慢的挖，再放在饼干桶里。我觉得冰淇淋很难挖，都挖不圆。而且为了维持冰箱的干净，还要帮冰箱除霜，不然冰会结得厚厚一层，影响温度哦。我觉得冰箱的冰箱很冰。虽然是个小工作，但能够服务客人，满足客人的需要，让客人带着满意的笑容回去，这就是个值得尊敬的工作哦。下回看到卖冰淇淋的叔叔阿姨，别忘了要诚心的和他们说一声谢谢哦。哇，我们今天都已经体验到了冰淇淋销售员的辛苦咯，所有服务别人的工作都需要很用心才可以哦。小朋友，今天冰淇淋销售员成功耶，可以吃冰淇淋了。大家都讨厌我，不记得我的生日，不给我喝牛奶，不让我画画。大家就玩得很高兴，连画画都可以笑得这么开心。哼，不给我喝牛奶，我也不要让大家喝。我才不要把牛奶冰起来，我要把牛奶放到外面坏掉，嘿，让大家通通都拉肚子。牛奶放了一个小时都没有冰起来，嘿嘿，应该会坏掉了吧。我们回来了。苹果姐姐跟牛奶哥哥回来了，赶快把牛奶冰起来，他们就不会发现我没有冰牛奶了。啊哈，听歌的时间又到了耶。我们先来听歌吧。流星。
们找我来干嘛啦？你们不是都讨厌我吗？嘿嘿嘿，苹果姐姐，牛奶哥哥，亮亮，生日快乐！原来你们没有忘记哦。嗯，对呀，我们只是假装忘记，想要给你一个大惊喜。亮亮，这是送你的汽车，是我们大家一起做的。原来早上那个空盒子是要拿来做汽车的啊。嗯，还有江江，你看，这是我们大家亲手做的生日卡片，是要送给你的。原来你们偷偷躲起来画画，是在画我的生日卡片啊。对呀，可是我的卡片被你踩了一脚，脏脏的都擦不掉。我怎么这么笨呢？苹果姐姐跟牛奶哥哥为什么不给我喝牛奶呀？因为牛奶是要用来做蛋糕的啊。做蛋糕？对呀。好了啦，我们不要再说了，我们赶过来吃蛋糕吧，蛋糕看起来好好吃哦。蛋糕不能吃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刚刚以为你们讨厌我，不给我喝牛奶，所以我故意把牛奶放在外面，放了一个小时才冰起来。那蛋糕就不能吃了。对不起啦，我真的好笨哦，我以为大家都讨厌我，就乱发脾气，结果反而害到自己了啦。没关系，蛋糕不能吃，还可以拿来玩啊，我好想玩炸蛋糕。所以小朋友记得咯，我们千万不可以随便怀疑别人，或是啊乱发好朋友的脾气哦，要不然啊就会像亮亮这样子，反而害到自己咯。那小朋友，我们要先跟你说下次见咯，拜拜拜拜。卡片送给你，那我们来玩炸蛋糕。挥手，挥一挥手。